没办法，现在就是要看少分，兄弟们，少分非常重要，真的是少分太重要了。我看那个 BAG 的少分是真的低，但是 BAG 因为上次打 OMG 是2-0赢的，然后他们这是最后一场，他们假如这把就2-0赢下那个，今天是最好是 W 要赢 BAG， 如果不行，赢一场也可以啊。喂，铁流兄在有吗？为什么？他们已经跟我没关系吗？完了，我跟他说就在明天的。加油，刘青松。其实我说是这么说，我是支持你的。我们要给刘青松加油是吧？啊，真的吗？他们输赢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啊，那你早说呀！我已经跟他说就在明天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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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加油的，潘大碧。好，这为什么开我的潘大 C 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刘青松开我的潘大 C 是吧？这开团兄弟们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给他加油，他骂我，兄弟们这个人真的是人品不行，为什么？人品有你差，差不多吧。说实话，差不多。刘松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哦、他那个人品也是好不到哪里去。哎，但其实真的人品好的人，素质好的人，不会管别人人品怎么样，这是实话。就别人那什么说别人怎么怎么样的人，自己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正常人。很多人不会管别人怎么样，这是实话。老师跟别人怎么怎么样，所以我是人品不行，因为我说了刘青松人品不好。Sorry， 我想给刘松道歉，来得及吗，兄弟们？怎么样？怎么说？说实话不是很像。不要搞他，啊，但是啊，好，刚说的那个跟他没什么关系吧？我们的比赛，那算了，不要搞松宝心态吧。我觉得刘松已经帮我们干了两个队伍，帮我们干了 OMG， 帮我们干了 FunPlus， 我要多夸一下刘青松。对，不能对他这样，他已经对我这么好。他又在骂我，妈，一看就在骂我这个东西。哎，我大招不是智能施法，你们知道吗，哥们？哎，不是，妈呀，这个大招智能施法的话全杀了，操妈呀，烦死了！哦，烦死了！英雄登场，这波其实还好。哎，这英雄是不是有点垃圾啊，哥们？我懂韩语啊，我知道韩文。妈呀，我小时候在韩国留过学，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哥小时候在韩国留过学。比较简单的那种韩文我都懂。哎，我觉得我带过去有机会，小你们他血量才1000。啊？啊？开大！嘣嘣嘣！开大！用辅助没枪。说实话，猫跟着我的话，随便开团。这波我想看，兄弟，开大！啊，兄弟们，这什么情况？啊！我操！
我操！哎，猫咋不跟着我呀？妈呀，这个猪头！我来这点吧。哎，我怎么轰大了？啊，好可惜，我这个大中了就好了。新英雄，新英雄，新英雄！哎，我们这么看到，我们有两个英雄都是新英雄啊！哦哦 ，nice， 漂亮！没想没想，嘟，不行吗？大龙也行这个。我觉得我们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他帮你下来，他帮你下来。这边兄弟，你看我一下吗？滚！三二一，滚！你在装逼吗？我点个传送门走。喂，怎么就点了？哇，都还没到我的强势期呢，还没到我的发挥的时间，还没到我的强势期，就这样就点了，不晚了，是吧？可以。